那个气，主要也是跟着你的。那没那个气，那个。Limousine， 对不起。就这地方买的三十多块，谁也不得。每年都有这么多菜呗。你啥干啥呀？就是搬进那个三十块的木屋子。这里那个花里胡哨的，那个木马的，我干过一个。这不正好的。啊，可以。